易安情报站，破案快答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姓名：曹书玉。生日：7月20日。血型：O 型。身高：1.65米。籍贯：天津。用一个表情或者动作形容你现在的心情。最喜欢的颜色：蓝色。最喜欢的动物：狗。最喜欢的季节：春季。最喜欢的水果：菠萝。最喜欢的一道菜：煎饼果子。喜欢吃辣还是不能吃辣？喜欢吃辣。敢吃奇怪的食物吗？敢。吃过最奇怪的食物是什么？榴莲。最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是什么？蹦极。喜欢的动漫是什么？海贼王。喜欢的艺人？徐静怡。最近在听的一首歌？白羊。请演唱这首歌。多热烈的白羊，多善良，多惆怅。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？夏洛特烦恼。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？变形金刚。最喜欢的电影角色是谁？路飞吧。说出一句最喜欢的电影台词。马东什么？马冬梅什么冬梅呀？马冬梅，马什么梅呀？马冬梅。最喜欢看的是哪本书？《盗墓笔记》。最想去什么地方旅行？塞班。最想和谁去？家人吧。如果发生空难，你即将坠落在一座荒岛，你只能从行李中拿走三件东西，你会拿走哪三件？手电，求生用品，还有水。想要弟弟妹妹还是哥哥姐姐？弟弟妹妹。假如真的有，你会和他们怎么相处？一起玩。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？洋洋。最喜欢别人夸赞你什么？长得可爱。最想尝试什么发型，什么发色？3/7分，然后稻草色。最喜欢什么风格的穿衣打扮？休闲风。最近一次哭是什么？在舞蹈课上压腿吧。别人做什么事会让你感到开心？跟我一起玩，然后玩游戏。开心的事第一时间会分享给谁？家人或者最好的朋友。对自己在燕中学的定位是什么？学生。最想和谁成为室友？孙艺胜，还有郑玉伟、莫文轩。为什么？他们三个好玩。最不想和谁成为室友？严苛，还有孙一航哥。为什么？孙一航哥太严肃了。和易安中学关系最好的同学是谁？郑玉伟。易安中学里最喜欢的学长？林墨哥。想加入易安中学哪个社团？跆拳道社。为什么？因为练习跆拳道8年，对跆拳道还是比较熟悉的。自己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哎呀妈呀，干啥呀？觉得自己的优点是什么？可爱。那缺点呢？缺点是不太会与人相处。最后一道题，对镜头前的家长来个福利吧。易安情报站，快问快答，现在结束，对大家 say goodbye 吧。拜拜。